好，接下来小丁啊、大家好，我叫丁碧洲，来自中央财经大学，是一名在读的硕士研究生。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我跟赛丽姐的一个小小的缘分，一个小小的缘分。在我三岁的时候，呢，然后生气走人。OK 就在我三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妈跟我说，她听到我在唱歌，唱的是什么歌？就是赛丽姐的《潇洒走一回》。因为当时赛丽姐的这首歌真的是太火了，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在那个广播台上就是点播这首歌，然后祝谁谁谁生意兴隆啊，祝谁谁生日快乐啊。酒吧里面啊，就说我们谢谢八号台的先生送来的花篮，我们为您送上一首《潇洒走一回》。这杯我干了的这种。千真万确。妈呀！妈呀！天哪！我们人生当中第一首歌都是唱什么什么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，人家三岁的时候就潇洒走一回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哥，特别帅气啊！哇，美男子，长得很帅。你不要说一岁就认识我的歌。我叫李国庆，我是一名拉丁舞者。哦，就跳拉丁舞的那个。拉丁舞师傅。学习拉丁舞有15年了。哦。庆庆，来一段。你要跳什么？恰恰。来 ，music。